有一个疑似病例，叫蒋云英。不好了，蒋云英不见了！你们这等于放走了一颗定时炸弹。我是天津新闻的，请问周好商场现在有几名确诊病例？这个口子堵不住，威胁的就是全市2100万人。那想办法调商场监控。没找到，哪儿都找过了，没有啊。那个阿姨核酸检测的结果是阳性。 这下真的麻烦了，报警！我干妈怎么可能是我传染？跟我妈都一个多月没见面了。不对，他俩有接触。什么？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了。你们没有权利限制我人身自由吧？你说说，真出点什么情况，你们负点这个责任吗？可千万不能叫登机。